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啊。是啊，咁啊，今次是第一次在自己屋企拍嘢啦，咁我有少少紧张嘅，即可能我个样俾人感觉好女仔啊，可能屋企会好多粉红色嘅嘢，但其实唔系咯，我系黑白灰为主啦，我都系个几麻甩嘅女仔嚟嘅。咁前排咧，我啊收少少投诉啦，就系、因为我同大家整咗几集甜品之后咧，大家开始肥啊，啲肉开始厚。大家食得甜嘢多咧，我相信个重灾区咧都系个肚位嘅。所以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收下这个腹做 core 这个部分。其实我自己每个星期都起码做两至三 set 这个运动的。那我们一起做吧。嗱，俾个心理准备大家啦。这一 set 动作都是围绕住 core 的，主要都是做 plank。这个动作以平板支撑作为基础，两只脚保持伸直，然后左右轮流向上提高。系啦，咁就要 keep 住你个 keep 嘅 level 啦。记得，双脚提起嘅时候要提高过你嘅 hip 位。你嚟睇下，我块面谷到红晒啦。好啦，我哋趁呢个时候回一回气先。我哋一起准备下一个动作啊。这个动作就是 high plank， 做嘅时候双臂要伸直，宽度同膊头相同。大家记住 keep 住个 hip 嘅 level 啦，同埋收紧个腹。同平时做 plank 一样啦，成个人都系要成一直线嘅。我都系挑战自己啊！呢个动作由做 side plank 开始，然后用你右手手踭掂你嘅右脚膝头，再伸翻直，一直重复成套动作。咁记住啦，都有 hip 位唔好跌落去。另一边都一样，做的时候你的腹部记住要 keep 用力。这个动作我们首先做一个普通的 plank， 以前臂支撑身体，然后慢慢开始用臂力带动整个人向前后摆动。留意身体的摆动幅度是不需要太大的。跟住呢个动作就是 plank reps。我哋首先做一个 side plank， 右手向上伸直，然后转动你嘅身体，尽可能用右手伸向你嘅左边。做嘅时候记得 hip 位唔好跌落去。我哋一起撑住，做埋另外一边啦。最后呢些动作同头先做的一样，要留意住自己的 hip 位，不要太高也不可以太低，整个人成一直线，这样就 perfect 了。虽然做了短短五分钟，但我已经开始出汗了，而且心开始黐落了。既然来到我家的时候，不如我带你们参观我的浴室，好不好？过来。好啦，咁呢个就是我的浴室啦。我自己就非常之满意啦，因为是我自己 design 嘛，都是黑白灰为主啦。咁啊，至于后面呢就粉红色嘅嘢咧，咁我觉得都要点缀一下嘅，因为我唔想太 dry 嘛。系啦，咁除咗睡房之外咧，其实浴室系我stay 最长时间嘅地方啦，即系可能平时梳洗啊、化妆啊、set 头啊、护肤啊，咁我都系即系多数都系 stay 喺厕所噶啦，因为我觉得呢个时间我自己系最 relax、最享受嘅。有样嘢想介绍俾大家。就是呢支滴露沐浴露啦，其實在抗疫期間我就換了呢支沐浴露啦，我用了它之後因為大家都知道我中意綠茶啦，係咪先？咁呢個咧就係有綠茶同埋呢個茉莉花香味嘅，咁啊有陣時可能做完運動啊，又或者而家天氣太熱咧，出咗好多汗咧，咁用完呢個之後咧，其實係你係聞唔到自己嘅汗味嘅，仲有陣淡淡嘅花香味，咁同埋最重要係咩咧？就係抗菌啊嘛，同埋佢都非常之保濕嘅，咁不如我試俾大家睇下有幾水潤。
好啦，咁而家印乾水之後咧，我哋睇下個效果先。咁而家呢隻手咧，我係用咗滴露沐浴露嘅，咁望落去咧，摸落去咧，都係好滑嘅，同埋我 feel 到佢真係好水潤咯。而呢一隻咧，係真係乾咗少少，係啊，咁啊證明呢個真係好保濕啦，同埋好香。好啦，咁我而家真係要沖涼啦，你哋唔好阻住我，你翻出去先好唔好？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条片的话，记得给个 like 和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按个钟仔，下次再见。